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在上个月的 MBC 西瓜探测点节目中，报道了被称为是现实版的克罗里的事件。20多岁女性朴耶丽爆料了小学、中学、高中12年来所遭受的语言与肢体上的校园霸凌事件，而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。但是这几天，这个事件突然再次引起了非常大的骚动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 前几天，在一个频道名叫朴耶琳同学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标题为“公开校园霸凌加害者的个人资料”的影片。朴耶琳到现在还在痛苦中生活，但是加害者们却过得很好。我无法忽视耶琳的痛苦，借着匿名的力量来公开加害者们的个人资料，然后公开了在 MBC 希拉他们在播放的时候打了马赛克，并用了假名的思维加害者的真实姓名以及照片。这个马赛克是我打的，在公开的影片里没有马赛克。他们故意撞上耶琳的肩膀，把他推倒。 说他的衣服有臭味，抓着他的头发，并将他强按到马桶里。如果野林不做任何反应，他们会更加折磨他，持续12年对他一个人进行霸凌，但却没有收到任何惩罚。有人成为了紧急救助军务员，有人成为了发型师，有人则是瑜伽老师。他们过着快乐且正常的生活。这个影片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，而因为这个争议，上个月播放的 MBC 希拉他们的节目也再次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当时制作组有去采访被公开各自的加害者们，首先是 发型师。 그렇게 말을 할 수는 없죠. 혹시 어느 경기 어떻게 그랬냐고 여쭤봤어요. 그런 일이 없었어요. 그렇게 하지도 않았고요. 제가 좀 반복적으로 언급이 돼가지고 혹시 근데 그분들의 의견도 거짓말을 하고 있다는 말씀? 그건 저도 모르죠. 증거가 없잖아요, 지금. 그리고 저 기억이 없어요. 그리고 전날에 의심이 좋겠어요. 연락하는 것조차도 저는 저희 이렇게 웃는 것도 너무 불쾌하고요. 얼마 필요도 없는 것 같고 저는 걔 진짜 스토커 같다고 생각하거든요. 목격자 진술서로 지금 자꾸 뭘 하겠다는 건지 모르겠는데 이거는 무혐의 날 거고요. 저 친구 약간 상태도 안 좋은 것 같은데 오늘 얘가 무슨 소설을 썼나 싶기도 한데 저 아닌데요. 맞는 게 아니에요. 말이 너무 많아요. 저는 괴롭힌 줄 없거든요. 然后，严林有试图联系加害者们，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道歉。但是得到的回复是：“你最近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入迷，带入到自己身上了？你以为你是朴黑哥吗？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好吗？大家都说你看透格罗里后有点过分了。你们对我做的事情才是过分的，不是吗？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甚至都不记得你跟我们是同一所学校。” 总之，在这个影片爆红之后，网友们纷纷打电话到那位美发师加害者工作的韩果连锁美发店，指责并在网上出证。马上，该美发连锁店发出声明表示，本公司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也绝不容忍校园霸凌加害者。公司确认这件事情后，马上就与被指定为霸凌加害者的员工解除合约了。公司得知受害者也在经营一人美发店，如果受害者希望公司会全力支援美发店的经营。之后，该美发连锁店也表示，因为感到道义上的责任，所以决定提供朴耶琳之后的法律 费用。这12年来是有多痛苦了呢？那个加害者只是被开除了，但是受害者的这几年一天一天都是在痛苦中熬过的。朱某竟然变成了公务员，也就是说是用我们的税金给他工资。罪犯不可以成为公务员，马上开除他吧。野林，谢谢你还活着，虽然有点晚了，但是很感谢你能提供让那些加害者们可能受罚的线索。希望能透过这个事件，加害者们能痛苦，让大众们都能意识到霸凌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。因缘你，野林。 虽然对于这种私下的报酬还是有点担心，但是还是希望加害者们能受罚。所以，对于现实版的德克罗里事件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